兄弟你好啊！你有没有发现呢？我们学校很诡异啊！啊，咋的了？我们整个学校走廊都是室内的。北方嘛，不老正常的吗？都是封闭的。我们宿舍还没有阳台呢。哦，没有阳台。啊，没有阳台？那我你们晾啥吗？晾在门外那公共区域啊。啊？那我的衣服不叫公开失踪？咋的了？有压力？女装大佬？不是，但我们广东人讲义头呢，有很多红内裤的。这有啥的？实在不行的话室内。臭的吗？这北方贼拉干，这衣服挂一宿，啥都给你整干了。哦，咁都好啲。我还想着要开空调抽湿啊。我们学校也没空调啊。没空调？没空调？他们已经都搞完。北方就热那么几天，这咔装一空调不亏惨了？那热那几天怎么睡觉呢？打地铺啊。啊？买吗？哎，咱们宿舍条件算不错了，还有独立卫生间呢。哇塞啦，那我不用去公共澡堂了，只能上厕所不能洗。点解？点解都有屎坑了都唔肯装咗个花洒啊？别慌，咱们学校澡堂老得劲儿了，有服务包搓澡啥的。啊？大学搓澡员是铁饭碗吗？而且澡堂老大呢，一个澡堂里面30多个花洒。啊？30几个人一齐冲凉？这哪止啊？你还没算上在后面光指定排队那些啊！啊，怎么观众好强？你们南方人人就这么害羞啊？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们南方人洗澡，就算亲爹要拿东西，我们最多开条缝。要不我带你感受一下？算了算了，我不急，我错峰去，那就肯定没那么多人了。不如我们拉个群，以后开重点房洗澡。好好好好好。